做的肩膀运动是转夹拍仰飞哈，我们的动作，他们所谓的用力的状况就是手往外伸叫用力，然后手指头也是打开叫做用力哦，那用力就是吐气哦，那我们现在转往后转的时候是用那个大拇指当带动的力量转，然后尽量转，那往前转的时候哦，就是大拇指往后哦，那就是转，那现在转还有一个动作，就各位现在就先我往右看的时候你往左看，它同时抬起来就转哦，所谓用力的话就是往外用力，然后转的时候用力把它的底气，那现在再转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同时手掌翻上来啊，就是转啊，那你可以做就做个五次啊，再来转啊，同时看一下看的那一面就是你的手掌要往上啊，掌心往上啊，那再来转，那尽量撑住，尽量撑住啊，肩膀要撑住啊，那用力的时候呼吸啊，然后现在再转。在转，动作要做慢的话比较有用，啊，不要做的那么急，啊，然后再转最后一次转，看向我的右，看向我的右手，哦，把手放下，哦，大家会觉得有点酸，那你可以先拍拍手，拍拍这个肩膀，那第二个动作是夹，夹一样，你的手掌，哦，你也是打开，然后是往外撑。那夹的时候就是往中间夹的时候，你的关手的关节不要弯哦，夹哦。那第二次的夹可以上下交换来夹哦，关节不要弯哦，夹一样用力夹的时候就是要吐气哦，来夹哦，那这样交换夹哦。那在家里做的话，就可以多做几次。先休息的夹，哦，这是第二个动作的夹。它第三个动作是拍，哦，拍的话就是往侧面的方法，哦，先前面拍，把后面的肩胛骨要往上，哦，好像夹一本书一样夹住，哦，不要低下。你看，拍跟后面夹都是属于。两个动作是比较自然的，跟你们游泳一样，会划水，然后很多自然抬开，脚尖垫到，做这个动作是很舒服的，压，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是叫做飞，就是往下，那你的中指要到腹弄的这个位置，然后。所以用力就是你的关节是要低的，不要弯，然后往里面弯，哦，就是夹就是这样的，飞，飞，哦，那你就这时候会觉得你的手指头是有温暖的，有气的感觉，飞，哦，那以上转夹拍仰飞就是我们肩膀的动作。